太搞笑了，你先坐好。哇哦！一定要来这里吃。卢比，不要走快，太可怕！长白山之旅结束喽，拜拜。我感觉来长白山，脸就像打了一样，贼紧绷。现在那个 flag 加漂流，一定不要摔下去。摔下去我就在那待一辈子。昨天不是说直接在水里待着吗？是啊，我就待在那待一辈子啊，当那个河神。过来吗？下来穿装备。这么快就到了？啊，过。噔。这也太搞笑了。好漂亮啊！你看谁去？你这么快，快拍一下！太搞笑了，感觉像个卖艺的。我跟你说很吓人，刚刚那个地方。没有，刚刚我们两个一阵手忙脚乱。前面还有一个陡坡。啊！妈呀，感觉很吓人的。你先坐好，下面是陡坡。太可怕了！抓住，真的，你真的抓住。我现在越来越期待滑雪，所以滑雪脚不会这么冷吧？不会，滑雪只是冻脸。我今天一定要把它滑下去，不摔跤的情况。今天仙境已经到了，哇哦！你看，我们在雪屋里面吃火锅，你们来这里玩一定要来这里吃，就是蛮冷的，没有空调，这就已经是天然的空调了，保暖。哇，那它这个我你觉得是不是？它里面应该是一个，它有打击，打了一个地基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要不然它不可能有这么大的。渣呀！今天带你们去骑摩托，去看麋鹿，还要干嘛来着？狗拉雪橇。哦，还有拉雪橇。小狗子来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个叫 Ruby。Ruby， 哎，你跟妹妹一样的名字哎。这个是珍珠。珍珠。哎呀！
我们马上就做好了。哎呀，好快啊！没睡醒，珍珠，眼睛都是闭上的，太阳照眼睛可能是。卢比，喂，就想抓我。卢比，啊。卢比，哥，啊啊！哎呀！大狗就是很厉害的样子，跟小七比，跟小七比，他们比较适合这个地方的长相。好爽啊！这里雪好厚啊，我的脸好僵啊。小心摩托车来了！看！哇，那很刺激的啊，疯狂尖叫！师傅，不要这么快！长白山之旅结束了，我们直播间见，拜拜。